大家好，我是小峰。大家那里都复工了吗？都解封了吗？我们这里目前还是处于封村状态。哎呀，继续在家待着吧。但是年轻人这样愁你们吗？敢当倒那儿啊！我度数哎呀，低着呢。挺清楚哎，嗯，那说明你也近视了。完了，花了，老了。我哎，给我吓跑了！瞅瞅，戴上。变大学生了吗？这哪国来的大学生？我看像是从地儿里钻出来的。农村出来的大学生。会英语吧？郭德纲。不戴了，老是戴着晕。爸，这雨挺大的。要不然这雨也不小啊，这养好一年我了。想问你，雨大是因为这个，我就是。想吃鱼，想吃这个鱼，真那我可不给你吃啊！我好爷养这么大，可不能让你吃了吧？来，哎，要过来，我领你瞅个好玩意儿。哎，啥好玩意儿啊？我快瞅瞅去，快瞅瞅去！来，瞅这豆芽生的好不好？哎，是挺好啊，这是咋弄啊？你说我这大岁数还不会呢，你说。都往下喷点水啊，拿毛巾这一盖，别让它着凉。啊，一天喷一遍水就得。真牛啊，这丸子！老太，要是你想用的话，必须有这个，我们还有一个呢，要不送你，你也试试去。哎呀，告诉你，不能说红豆，红豆，要不隔了人闷着馊在家不久了啊，来，我告诉你咋弄啊，弄一个这塑料盒。然后啊，搁一个咱这个漏眼小钳儿，把这个豆子放小钳儿上边，底下往下渗水时，然后啊，把盖儿搁个啥盖上，拿这毛巾往上一盖，不能让着凉，可别让着凉。之后搁一个暖气片暖和的地方，之后它都慢慢开始的变安全了。这老师傅小师傅啊，还喷水吧？一天喷一遍都得。一天喷一遍是你那片花的也行，必须那巴掌哪儿都得这样喷喷。哦，真可以！要明儿我也做个试验试试。看着嘛，都冒小烟了，再过两三天都能吃了啊！使黄豆中吧，这个呀。黄豆也行啊，但是得使芹豆子啊，别直抻的。几天了？今儿刚第二天。我孙子媳妇是能耐人。塑料盆儿、生豆芽儿，这一家子吃了笑哈哈。